84311级和326级，能在高速缝纫的同时缝制出完全符合数据要求的美观线迹。采用了刚性高的伺服控制送布机构，缝制精确度高，也不会产生图案偏差。以每脉冲0.05毫米的高分辨率进行送布，可缝制出漂亮美观的曲线和斜线。可在程序中设定压角上升量，因此缝纫时即使面料的厚度有所改变，也可防止间歇压角抬得太高或太低，从而实现上下张力一致的缝制。84311级和326级采用兄弟公司独创的电脑直接驱动式马达，可在每分钟2700转的最高速度下缝纫。启动、停车反应迅速，实际工作时间缩短了约19%，生产效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。装备了小型节能马达，使耗电量与传统机型相比削减了约50%，耗电低，经济实惠。另外，采用了强效马达，能产生较大的机针贯穿力，切实进行厚料的缝制。84311级和326级。无需使用工具，即可在操作盘上设定压角抬升量，同时可从三种模式中选择合适的压角下降操作。两步下降可快速准确地进行缝制物定位，因此节省了总循环时间。一步下降是快速下降操作，适合于无需压角定位的缝制品。模拟式下降是采用微调方式来降低压角。84311级和326级使用了程序编辑器，可在大型彩色液晶显示屏上边确认形状边做成缝制数据，可以进行图像的整体浏览以及缝纫数据的复制移动，因此数据管理起来很方便。使用计算机编制缝纫数据时，请使用 PS300 笔，能够轻松地编制复杂的缝纫数据，缝纫顺序的确认和变更操作也很简单。84311级和326级配备有大容量内存，最大可存储521个程序。为了顺畅地处理大量数据，采用了加快读写速度的闪存卡。84311级和84326级是采用直接驱动型的程序式电脑花式机，可在高速状态下缝制出美观的线迹。在保证节能的同时，更可提高生产效率，奉献出高品质的缝纫产品。